记忆里的过去，我原来从未改变。我对细节疯狂的程度，一针一线。这是我的宇宙，我的专注点，也是灵魂找到平静之处。25岁那年，我去到巴黎，继续我对艺术和服装的梦。法国人追求技术和艺术的完美，总会带点追求极致的不顾一切。我感觉他们在追求完美中不断超越美，而我就在他们当中找到延续美的世界。这并不是我或他们所追求的，而是每一瞬间的一点一滴成就完美。因为服装就像一条河，它一直流，永远不会出现相同的神态。而配饰就像洒落在河流里的阳光，为它带来生命的色彩。也许这就是我对配饰细节着迷的原因，它的千变万化不但总是让我惊喜，我也将你的灵感变成作品，又化成你带给众人的梦想。你可能会说这就是所谓的手艺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确定，但这确实就是我所爱的，我为此感到精彩。